感恩台长，我要问我母亲，1949年生下牛。1949年属什么？牛。哦，你妈妈现在主要还是下肢啊，这个腰啊，腰部和腿部啊不能动啊，嗯，明白吗？是。但是你妈妈，你别看她坐轮椅啊，她还能动一点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哦，她是线报。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沙叶啊？沙叶听得懂吗？懂。是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让台长看，我都能帮你解决问题。叫你妈妈每天念往生咒、礼佛大忏悔文，还要放生，明白吗？你妈妈脾气很大，因为家里出身豪门呐、啊，家里地位很高啊，嗯、大小姐啊，牛得不得了嘞。啊、对。现在不是坐轮椅啊，听得懂了不啦？好。放下自己啦。你今天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就是现在，放下自己，好好念经。多少张小房子？69张，先念，叫他泡脚。泡脚，每天晚上。每天要泡脚，好吗？好。叫你妈吃丹参片。丹参。心脏不大好。哦。胸心啊、嗯，心跳很微弱。听得懂吗？好。其他没什么，就是颈椎脖子也不舒服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手脚全部没有力了，手脚全部没有力了。手脚没有力，就是因为血上不来，大脑是指挥部，血上不到大脑，手脚全部没力。我的脑神肿瘤已经割了，可是还是一样神经线压。你不念经，不念小房子，你就是割了肿瘤，它还会再长出来的，听得懂吗？很简单，就像头发一样，你头发剃了，为什么还会长出来啊？很简单的，你现在一定要把灵性念掉，你灵性不念掉，你毛病不会好的，听得懂吗？还有台长，1948年生肖鼠，18年那个 kidney 有问题。男的女的啦？男的。只能看一个的，都今天都看两个了、啊。对不起。一个已经坏掉了，腰子啊，肾脏 啊，一个已经坏掉了，听得懂吗？懂。多少张小房子？一个已经不工作了，现在他两个腰子啊，靠一个工作、嗯、对不对啦？对对对，都不会讲的。对，孩子，你不要变自闭症哦，多锻炼锻炼讲话、嗯、明白了吗？对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你让他多念。我看啊，我也不想看了，太多灵性，看了我头都痛了。哎呀，全是鬼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他们自己不看。陆台长啊，你帮我看看，你帮我看看，我晚上叫他来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好了，这个人给他念79张小房子，好吧，慢慢保住他另外一个腰就好了。谢谢师父。叫他不能再杀生了。谢谢师父。不能吃活的海鲜了，明白了吗？谢谢师父。好了好了。